现在，就因为各种原因吧，我决定拍一下今天这支你现在看到的这个视频。其实就是忽然有一些话想说。怎么说呢，首先还是跟大家说一声抱歉。因为就是最近我的这个在 B 站的各种回复，弹幕，还有留言，就大家都对我这个30天暴瘦30斤的这个视频没有就是更新完全，有了一些关心或者疑问吧。那我就想说一下，就是我这个30天暴瘦30斤的这个挑战是从今年的5月20号开始，一直到6月18号是最后一天，然后6月19号早上称体重是验收的时间，所以其实这是一个连续的30天。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就是做视频很慢的人，就是30天挑战的那个是我第一次开始，就是自己认真的剪视频，然后加字幕，然后加动画各种东西，就真的是很慢很慢。其实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是日更，但是真的就是越拍这个视频，它的那个素材就越多。我可能原来一开始的时候只拍一点点，然后比如说自己做饭吃饭，然后还有运动，然后剪起来就总共可能是从1个小时的视频缩短到5到6分钟这种。但是后来就是因为出去玩，然后跟小伙伴在一起，然后有很多有意思的片段，然后就自己看完都觉得很开心，然后就决定就把这个素材更多的放到我的那个上传的视频里，就弄得越来越多，然后素材也越拍越多，有的时候可能是3、4个小时的视频素材，然后最后剪到10几分钟，剪视频速度就越来越慢。然后后来就因为毕竟我没有全职的在做这个视频频道，自己工作跟学习上也有一些压力，所以就是时间安排上我自己做的也不太好，所以就断断续续的更新到现在我没有更新完。而且我就又在前一阵儿决定做这个21天塑身挑战，因为一方面是因为我那个30天的暴瘦视频里有很多的小伙伴跟我说我不能再那么吃啦，我不能再怎么样，然后我觉得大家说的都挺对的，但是我那30天就已经过去了嘛，但由于我这个视频更新的速度，所以大家的回复跟留言是没法在我那个30天暴瘦的视频里头然后做一些改变的，所以我就决定就是在正好趁开学之前这21天，然后就希望跟更多的小伙伴努力，因为很多小伙伴就说哎呀我暑假要减肥我该怎么做啊什么什么的，我就想以我自己个人的这个做这21天连续的这个挑战，然后来跟大家一起努力来进行这个最后的在这个暑期的这个健身跟减肥或者是塑形的这个挑战吧，想跟大家一起努力，就我的初心是这样的。但是其实我由于之前那个视频没有更新完，然后我又做了一个这个新的挑战，我现在每天要跑步1个半小时，然后去健身房大概2个小时左右，然后回家要剪视频大概3到4个小时一个视频，还要做封面啊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自己还有工作跟学习上的压力，所以就导致可能反正就做的也不太好吧，然后让大家也对我也比较失望，就觉得没有坚持住啊，我放弃了呀什么的。但是我想说，就是我那30天的挑战，我还是很好的坚持下来了。但是我就是剪视频没有剪完，我那个还没有更新完，然后就做了这个新的21天的日更挑战。其实我也想通过这种方式逼自己一下，然后加快自己的剪辑速度。结果没想到适得其反。其实最近我生活里做了很多适得其反的事儿，有的时候做出来还有点后悔。所以其实我现在比较纠结，就是我不知道我这个21天这个日更的这个计划，我还要不要就是按我之前说的进行，还是说我先把那30天的更新完，还是我两个同时更新？但我真的觉得我可能就是做不到，我的确就是个人能力还挺有限的，不过就是一路走来，就是其实我是一个很在意大家给我的评论回复给我的建议什么的人，所以就是我才想这么努力的把我的视频做好，纯的发自内心的这种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记录一下我的生活，然后逼自己来减肥塑身。所以就是最后
我能减肥成功，然后能给大家带来一些就是正面的积极的鼓励的作用，就是感觉跟大家一起在减肥坚持这个痛苦的事情，就这个是我做视频以来就是最大的收获。就是每次我看到小伙伴就是给我留言说，哎呀 UP 主你好好有毅力啊，你好厉害呀、啊、然后每次看到你的视频我都是倍感激励啊。然后还有我记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个小伙伴跟我说在底下留言说，每次我打开博主的视频我就把手中半个馒头放下了，我就觉得哎，我做视频还是有意义的，就是不仅能督促我自己好好的坚持下来，就不管是我跑10公里跑5公里然后在健身房特别痛苦的练那些肌肉什么的，我就觉得做视频真的是觉得有很多人在关注我，很多人在就是眼睛在盯着我，我就会逼自己坚持下来，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就是而且我的确也很有成效，对吧？大家看我瘦了，身材也变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做视频以来就是最最最最大的收获吧。然后也的确就是教了一些就是在 B 站上因为各种原因然后跟我聊天啊，然后了解我，然后熟悉我，然后一起努力减肥，然后或者是在别的事情上考研或者什么上就是想一起努力然后来挑战自己的小伙伴，所以我觉得这是我做视频最开心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是可能因为最近我给自己的压力太大了，就是我不仅要做30天暴瘦的这个视频的结尾，然后我还要做这21天跟大家暑期一块打卡的这个挑战，就弄得我可能有点就是心里头有点心力交瘁，就是怎么说那4个字成有望，反正就有点失去了我这个做视频本来的那个初衷跟意义了吧，然后每天这么就是会有一些不开心。跑来一只小狗狗好可爱，所以还是要调整一下自己，不能，我还是要尽量看一些就是正面的积极的那些意义，然后对于大家的质疑和什么的的确是我做的不好，就是如果要能变视频变得特别快然后也变得特别好，然后就是我纠结的那些视频的细节我能很快的处理好，不像现在就可能为了扣一个东西然后花好几十分钟，就如果能这些做得更好一点，就也许不会让大家对我有一些抱怨或者对我有一些失望什么，弄得我自己心里也觉得我自己还挺差劲的啥的，所以就是我要调整一下自己从各个方面吧。还有就是对于大家最近的一些疑问我稍微的说一下，就比如就是主要就是当然是那个30天为什么没更完的这个事情，当然我现在也在纠结我要怎么做。然后就是在说一说大家可能比较关心的问题，首先就是我的那个手环，就是这个现在目前已经没电了的这个手环，是小米 3，是我在上次暑假回国的时候买的，就是其实我并不觉得它很准了，因为不管是我用 Keep 还是用跑步机，然后发现它的这个公里数和那个卡路里热量都比正常的要低，但是你做了运动跟不做运动它还是有一些变化的，而且它有一个数字能给你直观的反馈，所以我觉得它还是有这个积极作用的，所以就算它不准我还是每天戴。然后大家也问那个我来讲，每次我这样是因为我右手拿着我的拍摄设备，然后我左手这个手环戴在左手上，所以我就只能靠身体的部位来把它点亮，要不然我看不到时间嘛，所以每次我就这么着一下，我没有什么就是故意要怎样怎样，就是我觉得这是最方便的，然后还有就是，我有试图跟小米联系过，我说因为大家都问我嘛，我看能不能给大家要些折扣，但是小米把我拒绝了，也没关系，就这样吧，然后大家就做个参考，所以如果就是以我这个只是想看它就是有数字上的反馈，看个时间什么的，其实我看淘宝上有很多就是也比较便宜的手环，当然这小米这也不贵，我记得好像才100多块钱吧，我买的时候，所以就这是一个事儿，还有什么呢？就是大家问我这个手上的这个伤疤的问题，就这个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说，我先录上吧，如果要是等我想放上这段视频的时候我决定还是不要告诉大家的话，我就把这段放下。
这手上的疤是因为，我前一阵儿，我家里人出了事儿，就是出了车祸，是算是我的至亲，就是还挺严重的，接下来就是出了小区门口，在上班的路上就被一个司机撞到了，就是一个女司机。当然我自己作为一个女司机，我也知道我开车水平很差，但是就是从来没想到这种事儿会发生在我的家里人身上，而且就是撞的还有点严重，就是腰椎坏了一块，然后肋骨有两块骨折，然后眼睛这块肿了，眉骨也有点受伤，然后脑子里有个阴影，但是检查了几次说可能没有什么大问题，但是就是我还是心里会担心，但是就是由于我身在国外，我的那个就是居留嘛，就是合法的在法国待着的这个身份是每年九月份要更新，所以现在正在一个更新的阶段，所以我的护照啊，然后我的那个我的 DTC RUH 就是长居卡，就是马上都要到期了，然后我现在又不能立刻回国，我老师也放假了，我不太好联系他们，所以就各种原因夹杂在一起。然后当我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在这边，然后我回不去，我就觉得其实我作为一个孩子还就挺对不住就是我妈妈的。我觉得我现在都已经25、26岁了，我已经就是能自己管理好自己，然后也有一份工资了，但是就是觉得在爸爸妈妈需要我的时候，我还是没法就回到他们身边吧。虽然我的所有家里人，就包括我的舅舅、我的姑姑，就在近阶段就十分的照顾我的妈妈，但是我觉得肯定我妈妈还是需要我在身边的吧，但是我又没法回去。哎，就心里还是挺觉得自己不是个东西的，就是这样吧。所以那天我知道了我妈妈就是被车撞了之后，我就一时有点说不出话来，然后也不知道该做什么，然后就一直在搓我的手，就有点就没想到第二天他就这样了，就破了，然后还挺严重的，然后每天还要自己做饭呀，收拾屋子什么的，就接触水吧，他就发炎了，所以我还有点疤痕体质，所以没准这个伤疤可能会留一辈子吧，可能，但是他可以提醒我要照顾好自己，因为当时我跟我妈妈视频，我妈妈就是这个眼睛是肿，但是我妈妈就说你不能回来，就在那边要好好的，要自己照顾好自己，自己一定要注意安全什么的。当然听那个话就觉得，唉，我什么时候才能真的就是做一个本来就是我期望中的人，不仅是自己做的很优秀，而且也能就是回报父母这么多年对我的这个培养吧，就每一个爸爸妈妈都是对孩子很好很好。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已经在就是 B 站的留言下跟大家说了我要有一个新的挑战什么的，所以因为好巧不巧就是在我开始那21天挑战头一天晚上我知道的这个事，然后我就反正就百感交集吧，然后就自己心里就背着各种压力，然后再坚持。我觉得我还挺厉害的。好了，然后伤疤的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就这样告诉大家。如果待会我剪视频制作的这块实在是还是算了，不要说，我就不放了这一段。反正就是这个伤疤大概就是因为那个就是家里人的原因，所以没有弄好。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我那个30天挑战，我不是有一个法兰西大礼包什么乱七八糟的，然后我打算先偷偷的寄给那个猜的最准的那个同学，然后因为要不然再晚我就觉得太不合适了，所以那就这样吧，我先不说了，我现在回办公室了，赶紧把最近的视频再传一下，然后待会儿要跟我妈妈视个频安慰她一下。 OK， 就这样，这期视频没有什么重点，只是想跟大家说一下，然后缓解一下我内心的压力，然后谢谢大家听到这里，而且也十分谢谢大家在这一段时间里对我的各种留言关心跟支持，然后当然你们的批评我也记在心里了。我再说一句抱歉，是因为我可能真的很少回大家，就是越来越很少回大家的留言私信什么的，因为我实在是就是感觉忙不过来了，所以请大家多多包涵我，当然不包涵我也没关系，就是我跟大家稍微说一下OK， 就这样，新的一天，新的一周的第一天，我的挑战的倒数第七天， OK， 一切就让它这么按部就班的进行吧，加油，拜拜。10:05，我到学校了，在办公室。昨天晚上陪小可爱深聊到夜里的2点多吧，做了一个对于他来说很重要的决定，然后喝了很多的酒。不管怎么样，祝福他吧。然后我就是，好，然后我就是喝了酒之后会早上特别饿。那我现在吃一个苹果。OK。上次给我投喂绿豆饼的实验室小哥哥又过来给我投喂了一块蛋糕，这个是他办公室的那个黎巴嫩小姑娘做的，是甜点，他说是那个蜂蜜味的，给了他一块特别特别好吃，然后让我尝尝，我现在来尝一口，因为我觉得应该会很甜，会很长肉，好吃。是那个蜂蜜味的，真的好好吃。我打算待会儿把它要一下配方，等我要到之后我也做一下分享给大家。OK， 就这样，今天又要长肉肉了。拜拜。现在是中午的12:29，然后我到了食堂，今天拿了一份沙拉，左边这个是西葫芦，然后右边这个是一点点核桃，然后补充一点油脂。现在是晚上的16:46，工作差不多了，然后打算现在出来跑个步，然后晚上去健身房，所以这。
就这样吧，我要开始了5公里，但是现在我有点担心这天有点阴，我不知道到底会不会下雨，所以不多说了，赶紧出发吧。感觉今天跑起来还行，因为阴天嘛，就不是很晒，而且跑的时候稍微下了一点点点点雨。您这速度真的是越来越慢了，现在跑差不多都要35-36分钟才能跑完了。不过是不是真的好像有点肉眼可见的瘦？好像是的。哎，稍微休息一会儿，可能喝个蛋白粉，然后就去健身房。工作日的生活大概就是这样了，有点单调，但是比较规律，也比较轻松。OK， 就这样，拜拜。健身之前，我烤了一盘蔬菜和那个鸡胸肉，这个就是鸡胸肉，这个是花椰菜，然后吃一些之后就去健身。好，现在是晚上的7:36。我已经到健身房了，然后今天练后背，估计不会消耗太多卡路里，因为我后背比较热，不过也要好好练。OK， 就这样，加油。好啦，现在是练了大概1小时14分钟，消耗了147卡，刚从健身房出来，天气还不错，不多说，赶紧回家剪视频，要不然晚上又上传不了了。 OK， 就这样，拜拜。